来，女郎，女郎，女郎，见鬼！炽烈的火光直冲天际，划破浓厚的黑夜。幽暗的河床，人声鼎沸，众人的情绪在此刻瞬间沸腾。这是民间招军请火的仪式，为的是将孤魂野鬼收作神明兵将，提供一个让孤魂厉鬼可以晋升成神兵的机会。他那边会已经有交代要，他有要勤武斩的那个圣火，然后我们会在那边恭请圣火，然后就是召集所有的那个兵马强筋猛将，强兵猛将可以来那个收复在他的旗下，让他来作为他的部署。在出发请火前几日，李执委即率领庙方人员前往昭君进香的地点竖旗确认，由法师开坛请神下凡，确认了此次举办昭君请火的地点。我们这一次的路线完全是由我们玄天上帝所指定的，甚至于他要那个竖旗的点都是他自己指定，然后我们再去先去勘察他所指定的位置。所有的包括绕境啊，包括所有的活动的那个重头戏的，我们都是由神明来指示，然后我们就照着他的意思所办理这样。在出发请火进香这一日，庙城广场越夜越热闹，许多的信众蜂拥而至，众多的友工也热情参与，共同参与这场暌违多年的地方盛事。精彩的阵头表演连番上阵，鞭炮齐鸣，灯火辉煌，原本宁静的村落在这一夜盛况空前。我们公跟公之间长期的那个默契啦，还有他们神与神他们长期的那个都有在交流啊，都甚至会互相帮助或者协助，像说这一次的那个盛事也都有指派到其他有功的神明也会来帮忙护驾，甚至于来协助。良辰吉时一到，在大批的信众与阵头簇拥下，正式出发昭君请火。当绕境队伍来到请火地点时，已是夜半时分，在法师庄严的娑婆梵运中请神降驾，一连请了五盏火后，顺利将五主的孤魂收为麾下神兵，编入五营，同时恭请五方真气的仪式，不仅为玄天上帝补充兵将，增添灵气，也让神兵替人间信众护守村落，以其地方更加安定。我们还会去一些有功地方先参礼参拜，然后再回来本村庄，然后再开始绕境哦。绕完整个村庄，我们把所有的那个不好的晦气赶往到过火的场地，我们最后还会有一个过火的仪式。过完火就是我们绕境圆满的盛事已经结束，然后再回来入宫进庙。位于高雄燕巢区的琼林威灵宫，主祀北极玄天上帝，正殿同时供奉着大上帝、二上帝及三上帝，一直以来都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来到这里参香礼拜的同时，也可以点上一盏路未灯，即可终身受到玄天上帝的护佑，阖家安康。我们的主神本来是玄天三上帝，他是先来的，然后后来他又多了分灵，要把他的三兄弟一起来威灵宫这边一起来供奉啊，让信徒一同来参拜啊，然后他有他要发挥不一样的分别。一场持续24小时的夜行军，信众与庙方倾注全力，共同完成这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昭君请火仪式。在信众自发性的设立香案，恭迎众诸神绕境地方，
为地方祈安及过火除秽的仪式中画下圆满的句点，也让玄天上帝的神威能继续在地方福荫众生，绵延不绝。今日有灵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赞！